好，Hello，大家好，我来自那个字节跳动的 HDFS 团队啊，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就到字节跳动这边，然后今天的演讲我主要会分为4个部分吧，然后其中前2个部分关系会大一点，那主要介绍我们内部的HDFS 使用场景，特别是与过去的传统场景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会介绍一下我们在 HDFS 架构各个组件上做的一些功能演进，然后在后面2个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 一个是 random space 的一个实践，然后还有是分级存储的实践，这中间有很多的实践案例，然后我们不会深入到中间很多细节，而是主要看一个场景，我们遇到的问题，然后以及是用什么样的方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首先到第一个章节吧，然后就是我们在字节跳动内部的 HDFS 整个的一个使用场景。首先 HDFS 这个组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嘛，毕竟有10多年的历史。 然后也是一个整体比较厚重的一个软件站，然后在字节跳动内部，它有大数据进线的一个生态，主要是传统的大数据场景，比如 Hive、Spark 还有 Presto 这样的查询引擎在上面跑着，然后还有一个更加进线的一个数据的生态，就包括了我们自研的存算分离的一个消息队列 BytedManQ， 然后还有存算分离的 OLAP 的查询引擎。 ClickHouse 的一个内部版，然后以及 Doris 的内部版叫 Krypton，然后呢还有像流式计算 Flink 它的冷数据也是用存算分离的方式去放置在 HDFS 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机器学习的场景，我们内部呢有离线训练的平台，这名字分别叫 阿诺德以及训练框架 Primus， 它们都是深度去依赖 HDFS 去存放相关的数据。 然后以及有大模型相关的、有模型评估跟推理的场景，数据都会放置在 HDFS 这么一个离线存储上。然后这上面啊，我们内部实践中看到的挑战点主要有这么一些。首先呢，是因为业务的增长非常快，然后我们整个集群的量呢到了一个10万多个 DN， 然后有数十亿 B 的数据，然后有上千亿的一个文件，整个运维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的用户需求非常的多样，他们的部署的环境啊，也有很大的区别，需要去做相应的适配。然后因为整个数据的体量嘛非常大，所以相应面临的成本压力很大，这个呢也是一个在公司内大家会面临的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营收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字节跳动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们资源不但在国内，然后在各个不同地方，比如美国，比如说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都会有资源去交付，那么就有。 机构的设置环境，比如说在海外可能更多的是在云环境之上，而在国内呢，我们可能用自建机房的去做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好，接下来我们会逐一的去看这3个场景，它主要的一些需求点。首先呢是最传统的一个离线的分析场景，然后最典型嘛就是大数据 SQL 任务，不管是 Hive、 Spark 还是别的， 都是去帮用户去跑类似 SQL 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还有是卡夫卡的 dump， 就是将卡夫卡的数据呢去 dump 到 HDFS 上面，完成整个 ETL 的一个流程。最后呢，这是一个离线的训练，就是将离线的模型样本这样的数据放在 HDFS 上，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去读出来。这样的场景中呢，用一个用户画像啊是这样子的，他们的系统呢也经过了非常久的迭代，他们将 HDFS 呢视为一个无尽的资源池，你只要能够提供你本身应该有的语义，然后我想往里面扩资源呢很轻松就可以了。 然后用户呢，对于这上面的性能啊，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预期，大家都是在这方面很资深的人，都知道你是在 HDD 上的，那么你都会有一些长尾的问题，然后你整个集群呢是面向离线设计的，那么你我们的任务啊就不会说希望你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长尾，而是你我们整个任务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就可以了，然后相应的上面的平台也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用户呢自己去进行数据治理的能力啊是非常强的。 就包括数据的一些冷热识别，包括他们的SQL的优化，这些在用户侧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不会所有的任务会去压到存储界面来做。然后总结一下需求，这上面主要就是一个是扩展性，主要体现在一个规模量非常大，然后有一个多机房的设施的去供应。第二呢，就是稳定性，这上面主要就保证核心任务的 SLA 跟数据安全，这是每个存储系统都必不可少的。第三呢，就是存储的成本，一个是更低的。 存储成本，然后就是你的维护成本，因为机器量很大，如果相应消耗的 SRE 的人力会很高。第二个场景是一个更加偏进线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HDFS 是作为一个存算分离系统的存储底座，这上面最典型的就是MQ 消息队列的
然后还有我们极细查询的 Crypto， 它是一个对标 Doris 的一个系统。然后还有像 ClickHouse， Kevin 的 ClickHouse 呢是一个竖井式的嘛，就是计算跟存储都在一个机上。然后我们内场的云原生版本，它会有也会有存在分离的能力。然后还有 Flink 本身的那个 statement， 是存在本地 RoCDB， 而在它的存在分离版中，可以将这个 RoCDB 呢数据去往 HDFS 上存。这上面一个用户画像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是他们的系统啊，整体都在迭代之中，他们希望将多机房这样子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啊，都去交给存储层来解决，他们专注于他们计算本身的本身的性能。然后第二呢，是用户的使用方式啊，有很强的一致性跟额外功能的需求。比如说像消息队列里面，数据是一边写一边读，那么他们就对一个文件打开之后需要进行 telling 的 read， 就你刚写进去的数据很快就能够读到，同时也不能对 NN 有太大的压力。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过 recover list 这样子的方式去提供一个基本的 fans 的语义，然后就要求我们对相应接口去做优化。第三呢是 hard link， 比如说用户的数据在数据湖这样的场景，或者说是以及他们在一个 RoCDB on HDFS 的场景，都会希望你通过 hard link 的数据避免我再把数据搬一遍，而是直接能够把数据拷贝一份。然后这样子是一些额外的需求。然后第三个呢是用户对于性能的长尾会有更多的预期，然后他们呢在 SSD 使用上也会更多，相应的会产生一些多介质的使用以及成本问题。啊，这里总结一下就是三个点，一个是他们需要有更强的一致性的需求，第二他希望你的存储是一个弹性扩容的，可以跟我们计算分开来扩，然后就达到一个存算分离的目的。第三就是你要有多介质管理的能力，然后相应的提供更低的成本。然后第三个不一样的场景呢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场景。在这个里面啊 ，HDFS 主要是作为大量的模型，包括训练数据吧的一个存储的底座，相应的机器学习的平台的训练、评估、推理，当然最近的部分啊，可能不会是一个离线存储，但是最终呢，他们都会去落到 HDFS 上。这上面的用户画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业务会有一个持续的、不断的高吞吐，然后他们对于预热的需求呢会变得非常高，这是由机器学习的 GPU 计算的一些特点去决定的。第一个是 GPU 计算的时间是非常昂贵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公有云服务上面的，一个卡一秒钟它的价格跟一个核它一秒钟的价格，它们可能相差上百倍。而第二个是训练，在训练的样本以及用户的模型，他们在导入到 GPU 的显存中啊，基本上都是个全量访问。它不像 SQL， 你可能会有一些部分呢是比较热的，你的索引呢可能是比较热的，那他们呢基本上没有那么强的冷热特征。第三个呢是任务的运行时间会非常长，有相关经验的同学可能知道。大部分啊，可能80%-90%的 SQL 任务，最终也就是一个20秒以内就会跑完吧。但是这个机器学习训练的任务啊，它可能平均就要运行个10-20分钟，然后在整个时间里呢，它会不断的把数据去搬到GPU 显存中，吞吐啊会持续在一个高水位。然后最后啊，就是因为生成式 AI 这么一个新的业态出现，大家就发现啊，你这读写的数据越多，你直接就可以产生业务的价值，所以大家对于读写呢是非常贪婪的，就希望不管你存储能够提供多少的读写能力，我都会可以把它尽可能的用掉。这是性能上的一些需求点，接下来还有一些非性能上的，包括 GPU 资源的供应特别不稳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相应的存储服务呢需要有多机房的灵活的规划，然后可以保证不管你哪个机房有了 GPU 的供应，都可以有相应的存储，让相应的数据可以在那边去准备好。第二个是客户端的环境很复杂，它不是一个大数据里面以 Java 为主一个标准的场景，而是用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生态，问题诊断呢会非常的困难。第三个，用户对于平均的性能以及长尾的情况都有着极高的预期，这是离线系统特别是 HDD 盘上特别难去做到的。总结一下吧，就是一个是会有持续的高吞吐，第二个会有更加丰富的生态，最后呢就是它不再是 Hadoop 里面一个移动计算比移动存储容易，而是需要你去移动数据到更加靠近计算的地方。第二部分我介绍一下字节跳动 HDFS 内部的相关的功能演进，主要呢是从组件侧来讲。首先呢是我们整体一个系统架构，我们做了许多的组件自研，会去解决各个组件他们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也包括运营为侧的。首先我们对这个图来看吧，最上面呢是个接入层，上面有若干个存储，当然这个都不重要，数据存在这些偏 meta 的数据存在哪都一样。这里的 N policy 呢就跟社区的Router Based Federation 提供了类似的能力。中间呢是个元数据层，
依然呢，我们采用了经典的 master slave 的一个结构，然后通过 zookeeper， 然后和 bookkeeper 嘛，来提供元数据的存储，以及日志的同步，然后同样通过主备，我们来提供了一个高可用的能力。这方面的架构我们是跟社区的 HDFS 依然是一个统一的。然后底层呢，我们是一个大平面的单集群架构的一个 data nod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 data node 机器，就不管你在哪个机房，当然你要在这个集群内啊，它几乎呢会给所有的 NN 去汇报，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呢可能就要处理数十万机器的一个信条上报。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资源的扩充会非常的容易。我们管理整个十万家的机器，你也不用去给它细致的去划分这个 DN 要汇报给哪几个 N 小集群，这样去规划。而用户呢，也可以有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池，而不用非常担心自己的资源池会要需要时不时的去扩充机器。而在左侧呢，是一个管控面，叫 Data Management， 它主要提供了运维运营以及智能化管理的能力。相应的它跟一个平常运维面不太一样，它主要不是管我们的集群的上下线啊，以及切主这样的操作，而是呢去管理数据应该去怎样放置，然后数据怎样去在整个系统内去腾挪。它呢会将组件提供的各种海量的机制去封装成日常运维的各种策略，然后最后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整个线上这个数十亿笔的数据，十万家机器，如臂使指，就非常的轻松。接下来我们会看看各个组件我们面临的实际的痛点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首先呢是元数据层，元数据层的一个目的啊，大家可能都清楚，就是去存好那一棵目录树以及各个块的位置在哪里。它呢最终的形态是一个高并发的中心节点服务，因为是中心节点嘛，很可能成为系统的瓶颈。然后在我们过去嘛，2019年之前，在 Java 的版本上遇到过这样一些问题。最明显的是一个 Java 语言本身带来的 GC 问题啊，在线上我们有过像是小时级别整个集群都不可用，在那里等着 GC 这么一个大的事故。然后第二个呢是内存利用率的问题，因为传统 HDFS 嘛，它将文件的目录数跟块信息全部存在内存里面，那么单机的容量呢就极大的受限于这个内存的大小跟文件的数量。第三个呢是并发性能的问题，一个是社区比较旧版本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大锁去操作目录数，第二个呢是有十万家的 DN 上报，其实社区版本呢是很难去支撑这么大的。最后呢就是一个重启速度，因为在重启的时候需要去再去载入那个 FS image， 然后等待快上报。在我们线上的规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40亿 iNode 的集群，那它可能做一次重启需要近半天的时间，这几乎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在遇到一些无法处理的事故，比如说机房掉电这种，你要让整个集群恢复起来会非常的久。为此呢我们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一个 Dance N 这么一个自研的组件，它呢是一个 C++ 重构的，所以就去彻底避免了这个 GC 停顿的困扰。然后可以看到左图的下面，这是一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啊，是个 RocksDB， 它作为持久化存储，我们将 iNode 全部去持久化到 RocksDB 里面，用内存做热点缓存，最后呢达到目的是单机的容量可以到百亿的目录或者是50亿文件，因为文件带有快嘛，它会更消耗更大一点，到这么一个量级，它这呢几乎可以 cover 我们线上所有的场景。然后呢我们在中间这一些层，就是提供比如说名字空间、list， 然后快这些维护的一些业务层，做了锁力度的细化以及选块的优化，然后单机的 QBS 呢可以达到一个20万，啊当然搭配上像是Observer Read 这样的功能，基本上一个集群也可以提供非常强的读能力了。然后在扫盘跟快上报方面，我们也去优化了相应的速度，然后我们可以支撑十万的 DN， 现在算业务算一下，我可以可能到40-50万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么多 DN 的快上报，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也可以有10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集群的重启。最后还提供了一些企业内部用的一些业务功能，比如说像是数据放置、像数据回收站这些。然后元数据方面呢，还有一个组件是 POSI 这么一个代理层，它呢主要是提供一个统一的 namespace 视图，大概也是在我们2016-2017年的时候就去开发，然后进行上线。它呢跟社区的 Rootbase Federation 方案同一时期推出，然后相关的代码呢大家可以在 GitHub 的上面去看到，也是我们开源的一部分。它解决问题痛点其实非常明确啊，就是单个 name node 你的扩展性始终是有限的，然后如果你要用多个不同的集群名去访问呢是非常不方便。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就是基础的库表很热，后端的访问会被压得很高，然后以及服务治理以及体验功能这些特殊需求。而左图啊，我们主要就看一下这么一个 federation 是怎么做的吧。比如说我们这有棵目录树，然后我们下面有三个集群，然后我们将根目录呢去挂载在 A 这个一号集群上，然后将杠 B 这个目录挂载在二号集群上，将杠 B 杠 D 注意它跟第二个是一个嵌套的关系，去挂在这个三号目录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请求会怎么去分发。如果我们访问杠 A 这个目录，因为我们在这个条目里只能匹配到根目录，所以它会直接转发给这个一号集群。然后如果我们访问杠 B 杠 C， 因为它最多只能匹配到这个二号集群，所以它会直接转发到二号，这个颜色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是杠 B 杠 D 直接访问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去转发到这个三号集群。最终呢，我们通过这么一个 proxy 层，将多个后端不同集群去封装成了一个单一的名字空间。用户在访问的时候，只要用一个path 吧，一个 path 就可以访问到几乎企业内所有的数据。接下来我们从再看一下数据层面。数据层呢，它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管理好那些硬件，然后提供读写的一个高吞图。然后在Java 版本中，我们也面临了一些明确的痛点。一个呢是快的元数据是在内存中维护的，在启动的时候它需要扫整个磁盘，这使得它的启动速度会非常的慢。然后第二个呢是关键路径上的锁以及 data node 的一个线程模型它线程模型基本上是一个 socket 的请求到了，然后一个线程会负责处理，然后最终呢也会负责把它写到盘上去。这么一个线程模型呢，在资源开销会很大，然后因为会有非常多的线程一起去访问 HDD， 这对 HDD 其实很不友好，使得它的长尾会非常的差。然后还有单机的一些小文件问题，前面提到我们线上可能会有几百个 NN 集群吧，然后我们知道data node 它的本地文件系统管理是会通过两个模256去把它分成多级目录的哈希，而这上面呢就产生了65536乘上我们集群数量这么一个中间的目录 node。但这些呢，你在下面的文件数据删了之后，这些中间目录是不会删掉的，这使得你本地文件系统的一个 iNode 会被极大的消耗掉。然后最后呢，是社区的一个多介质能力可能支持的较弱一点，这上面主要呢还是不匹配企业的需求，因为存储上面的企业需求是更加多的。然后左图呢就是我们为此做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Dance DN， 同样它也用 CI 加去优化，将元数据持有化到我们那个 Trunk Server 的存储引擎里面，去提升它的重启速度。然后通过将关键路径的锁给优化掉，以及每个盘有这个 disk IO 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线程池去管理它对盘上 IO 的访问，然后去大大优化了在 HDD 上的长尾。然后同样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有过多的中间目录的一个结构，所以它的单机可以支撑更多的文件块，同样快上报这些具体的流程也经过了优化。最后呢就是它下面会支持更多的介质，包括一些多介质功能，这个我们后面会举这个场景来说一下。特别的是它还可以支持使用一些远端存储来作为它的实际后端，而将这个 DanceDN 呢作为一个更加近计算的缓存。最后一部分组件呢是我们的 client， 然后包括一个 client agent 叫 UFS。在接入这一层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HDFS 本身是一个很重的客户端，功能点很多而且复杂，它对再做一次线上发布呢是很麻烦的。同样呢带来就是用户有不同语言生态的一个接入问题。左图呢是我们的一个生态，左边呢是偏大数据一些的部分，右边呢是偏机器学习一些部分，最上面的 BytedMQ 跟 Premise 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自研框架。中间这条虚线上有个 Apache 的 Arrow， 它是一个格式层，当然还有 Parquet 以及 ORC 这些，但我们没有重点列出来。中间层呢是各个语言的生态，包括比较传统稳定的一个 Java 的大数据生态，然后通过命令行 bash 来访问，然后以及在机器学习中更多用到的用 C++ 用 Python 用 Go 去做这么一个存储的接入层。这样很多的语言的接入就使得这个客户端会变得非常复杂，我们不可能每个语言再去开发一套客户端去做上面的各个的功能。于是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UFS 的代理层，它呢主要就是将一些接口去抽象出来，将原本比较复杂的那些管理的部分都在 UFS 这个 agent 里面去管理了。然后我们的 Java、C++、Go 都只需要实现一个非常薄的 SDK 就可以直接去接入到 UFS 里，然后呢去访问后端 HDFS 的数据，它还提供了一定的缓存能力。
第二部分呢，就是因为针对大集群中的慢节点产生是个常态，而且我们线上集群呢，它其实时常都是运行在一个高水位，然后整个容量可能在85以上吧，然后整个CPU 的使用呢也会比较高，这样子呢慢节点会更加容易遇到，这样子我们就需要做规避，而相应的我们也提供了若干个慢节点的规避方案。然后最后呢，就是用户使用的定位定界非常困难，于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细粒度的 IO 情况的监控分析，就在这里叫 IO monitor。 它主要的作用呢，比如说它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问题，用户大多数都在访问索引，比如说爬柜后面的一些索引，它的访问量可能几乎都是几个 byte 几个 byte 的，而这个嘛对于备桑 HDD 的 HDFS 非常不友好，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去让用户去做一些相应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算侧的缓存啊，或者别的方案去改进它。 OK， 这里呢我就介绍完了我们各个组件上做的一些重点的事情，后面呢我们会介绍一些我们在各个场景以及一些解决方案，这些都是一些很强场景相关的。首先是我们在 OneName Space 的一个实践OneName Space 就对于用户来说其实主要是一个用户体验的问题，就是它可以在一个目录树下去访问到企业内几乎所有的数据，然后呢它可以向用户尽可能的去屏蔽掉，比如说我们数据在哪个机房，然后我们的数据是在哪个存储的设备上的，而是把这些信息呢都去沉降到一个存储层，然后让用户的体验呢更加的简单。这上面面临的问题呢，主要一个是扩展性的问题，需要灵活的扩容与腾数据，提供几乎无限大的目录数。然后呢就是多机房的问题，多机房带来的问题呢有容灾方面的，有访问性能方面的，用户会有同机房访问的诉求，有资源管理方面的，我们需要去精细的调度各个机房的容量的多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扩展性方面的，这是一个经典的就是也是前面提到过的 federation 的方案。这上面我们有几点 insight 呢，一个是数据通过 policy 提供了目录数挂载，对用户来说它就有一个统一的目录数视图了，它几乎不用关心你在哪个集群上，当然有的时候用户可能会有跨后端集群的 rename 需求，不过这点呢因为我们的单机的能力啊会非常的强，所以它单个库表的读写基本上都可以放在单个集群内去闭环掉，所以呢它的实际的 rename 需求是比较少的，因为 HDFS 上面更多的还是那些框架的用户，比如说像 Hive 啊 Spark 这些，他们的数据访问的组织结构呢都是非常固定的，而不是那些个人用户他会随机的做一些数据的目录啊这样。这上面呢我们有一个治理的事情，治理呢主要就是一个默认集群嘛，它上面会有大量历史的任务，非常难梳理，然后我们呢我们就付出了非常多的人力去跟他们的业务去做沟通，希望他们呢把当前的读写给停掉，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目录搬迁。而这样目录搬迁的事情呢操作整个非常复杂，一直要投入人力去做这个事情，主要是一个烧人去做，而不能去自动化完成。为此呢我们就去做了一个在线的组数拆分的方案。这个方案呢主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前面说到的，我们去将一个数据集就是一个目录数搬到另一个集群的时候，它呢必须要去停掉用户那边的读写。这个方案呢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呢是参考了像是 KV 引擎啊进行一个分裂去迁移的流程。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的核心步骤吧。最重要的其实是它进行一个原子的快照，这是因为我们将原数据全部放到了 RocksDB 内，那我们生成这个状态快照的步骤呢也非常的快。然后呢将这么一个快照让新集群去把它载入起来，同时呢我们让这个新集群啊去读老集群的修改日志来同步之后的变更。然后在我们发现新集群基本上已经追上老集群的变更之后啊，这上面体现在一个 transaction ID 已经相等了，就是追上了。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发起一个名字空间的交接，要求老集群将它的名字空间交给新集群，这样之后老集群上就不能发生目录数的操作，而只能发生文件的操作，而新集群呢就可以发生新文件的创建啊，这样以及老文件的删除这样的操作了。然后我们再使用社区的 fast copy 方案去很快的将那些 data node 上的文件啊从一个名字空间移到另一个名字空间上，最后呢我们再去将那些文件逐一的去转交给新集群。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 policy 会一直去检查你的文件实际上在哪个集群上可以访问，然后进行一个转发。在图二中可以看到它会向两个集群都发起这个询问，然后确定哪个才是真的。然后最后呢因为它是个很重的一个设计数据的操作嘛，我们会有相应的运维需要去收尾的部分，这些部分呢主要是有一些自动化诊断的事。
这套方案呢并不解决那个实际做跨集群 rename 的问题，它呢主要是我们可以做整个数据集的搬迁，然后更进一步，这其实也抑制了我们做rename 的一些需求，因为我们整个数据集呢可以很容易的搬到另一个地方，那我们就不用把它在整个目录树中 rename 来 rename 去了。上面讲了扩展性，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在多机房的一个治理。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企业内的一个运维管控的平台，这上面呢主要是体现的一个呢是我们有集群的容量管理与预测的能力，我们也看到每个机房它有多少的容量，以及它的当日的写入量是多少，预计多久之后它会到达一个资源用尽的情况，然后从而呢去指导 SRE 进行那个相应的运维操作。第二呢是我们为了支持多机房，我们会有数据放置的一个策略，这呢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个写入描述的一个语言，这里呢我们不会做太详细的介绍吧，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中间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个机房的容量以及用户对那个机房或者说 AZ 嘛他们的需求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需求量大的机房呢可以多放一些副本，需求量小的机房可以少放一些副本，这个东西呢我们有很多个机制来去控制它具体怎么放置，就包括我们配置哪个机房是主机房，也就是哪个机房的容量会多一些，我们可以屏蔽在哪个机房放，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放置策略，我们数据要往哪些机房放，这些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将它抽象成一个策略，可以去根据机房的余量以及业务的需求智能的调整那些比较自由度比较高的副本具体放在哪个机房里面。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跨机房的带宽呢是很不均匀的，这个而且这个跨机房的带宽专线带宽呢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在写入的时候得考虑实际的用量，在读取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做本地读，这上面呢一个是我们可以去直接去控制它写入的顺序，比如说我们先写 A 机房再写 B 机房再最后写 C 机房，或者呢是先写 A 机房再写 C 机房最后写 B 机房，这两个写法呢对于专线的带宽的消耗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了这些机制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它拼成一个智能的策略，我们可以去监控每个机房的跨机房带宽它的量有多少，然后业务需要在这些机房放哪些数据，它呢其实不可能并不关心你具体是按哪个顺序写的，只要最终落下去就可以了，于是呢这上面我们就可以做智能的调度。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多机房容灾的事件，主要呢其实容灾可能是也是一个大家都已经讨论过很久的一个话题了，这里呢我就简单讲一下我们是如何做多机房的部署以及实际的故障的降级与恢复方案的。首先呢在部署时我们的 ZK 就是 Zookeeper 这个节点一定是要部署三机房的，这样子呢它才能够选在有机房故障的时候选得出主，然后我们的 Bookkeeper 以及我们的 Dance N 服务是部署在双机房上，我们在写入时啊 Dance N 会写两个机房的 Bookkeeper，这样保证在当前机房挂了之后我们在另一个 bookkeeper 上可以读到我们写的日志的数据，然后 data node 这个数据面肯定是多机房去部署的，然后在需要故障降级的时候我们会把 dance n 去切主到另一个机房的 bak 节点，这个 bak 节点呢它的配置是不同的，通过前面提到的那些放置策略它会限制在我们只会写本机房的data node 而不会写其他机房 data node， 这样子呢就做到一个快速的降级，然后在故障恢复中呢我们会去切主回到一个 normal 的节点， normal 节点呢依然去支持了多机房的写入，然后呢我们可能需要运维的同学做一些数据 rebalance 的操作，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最后一节呢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在分级存储上的一些实践，主要有包括有冷的部分和热的部分。首先看一下整个分级存储架构吧，社区的多机制放置啊主要是基于 storage policy 这么一个文件上的配置项去决定的，它呢本身呢会去决定你的数据是一个缓慢的持久化或者直接要求放在 SSD 或者 HDD 上，而它的问题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配置是一次性指定的，然后呢缺少一些就是企业里面很明显的一些场景化的转换，而我们内部呢为此去做了像是智能去沉降，将数据可以拉到离计算比较近的 SSD 甚至是内存之中，也可以呢去在 SSD 跟 HDD 这样子一级一级的去沉降下去，最后呢变成一个 EC 的数据，然后呢我们还提供了单机以及集群层面的一个多介质，后面也会提到一些案例。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冷存系统 Bytedcool，
它过去面临的问题呢是很明显的，这社区是有 Hadoop 的 EC， 它呢也已经起到了节约成本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呢也带来了NameNode 里元数据的膨胀以及 DataNode 上的 IOPS 放大。因为本来我们读一个数据啊，我们可能就读一个三副本一次读取，然后后面都是 HDD 上顺序读了，但是有了这么一个 EC 之后，它可能就变成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六加三的 EC， 我们就可能要在六个副本上多发起读取。然后同样因为它是每个文件都会去做那么一个 EC 的拆分，它也去激化了我们在 data node 上的一个小文件问题。而且我们在实际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几个特点，一个是我们日内的数据删除量是很大的，包括写入量也很大，可能到了一个200 PB 的量级。那么这么一些数据呢变成了 EC 的写到了 HDFS 上，它又要在当天内删除，这样就显得非常的没有意义。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过去的数据它进行批量删除量是很大的，因为大家知道 Hive 嘛，它是有那个日期的分区，那么同一天的数据它可能大概是同时去变得冷的，而且它大概会是同时去删除掉，它们这上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时间的局部性。于是呢我们的方案就将EC 这个事情与 Hadoop 提供的 Archive 这个能力去做了结合，然后最后呢与数据的分区的生命周期去打通。这上面一个核心点就是数据在写入的时候它不需要是 EC 格式的，而是在它变成冷数据之后我们再重新聚合，就是将多个小文件可能聚合成一个大文件写入 EC 系统之中，而这样呢去缓解了小文件的EC 带来的小文件问题，而且呢也使得这个大的文件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整个架构这边也是就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接入层，我们会用在客户端以及 UFS 上去屏蔽掉数据的存储格式，用户不会知道这是一个 EC 文件。同样的，针对 EC 文件，我们也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慢节点的规避机制。然后在存储层，我们有一个原始的一个集群以及它的冷文件的集群。原始集群上的一个文件呢，会对应到冷数据集群上的一个聚合后文件上面的一部分。而用户呢会在原始集群读到它的原数据，然后去这个冷集群上去读出它的实际的数据。而最左侧呢是管控面，反而会显得更重一些，就是有很多的旁路的子系统会提供数据该不该去转成冷文件的一个评分，然后会去有一个非常高吞吐能充分利用 CPU 去做 EC 的修复导入以及整分区的 GC 这些能力，是类似一个打分的一个系统。上面介绍完了在冷数据上的应用，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些在热数据上的利用。我们针对一个消息队列的场景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利用到单机的多介质的。消息队列场景中非常典型，就是数据 刚从生产者写入之后立刻呢会被消费者去读取。左侧呢是一个存算分离的消息队列典型的架构，是我们内部 BMQ 的，社区的很多消息队列其实也是类似的。它会有 proxy 层，会有持有一定数据的一个 broker 层， broker 呢会负责数据的某一个分区，而且它呢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展。然后实际的数据存储呢会在底层，这里呢就只展现了 HDFS 的 DN 部分。而对于消息队列这个系统而言，整个系统的吞吐量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全部用 HDD 来保存数据来提供那么大的吞吐量，会极大的浪费相应的容量。而且呢用户会有回溯的需求，数据的保留时间呢也是一个中等的，它不是说我今天写入今天就会删，而是我会过好几天然后它才可能会过期去删掉。而整体如果全部数据都用 SSD 保存呢就会显得太贵。于是呢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单机的一个多介质的方案，它也是常见的企业 NAS 里面都有的一个分层能力。首先呢在我们数据刚写入的时候它会落在 SSD 上，然后随着它逐渐冷却，在 data node 内它会将这些 SSD 上数据给搬到后面的 HDD 上。可以看到这里 SSD 的水管就是这个吞吐量是非常大的，而相应的它的容量是很小的，而 HDD 呢容量很大但能提供的吞吐量很小。然后经过一些合理的配比以及机型的选择，最终我们呢可以一个较低的总成本来提供我们消息队列场景需要的一个高吞吐以及廉价存储的能力。然后在热数据场景的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加速的一个系统，
它本身呢更类似于一个管控系统，而是针对于机器学习场景去设计的。机器学习场景一些典型的问题是 GPU 的成本很高，而且它会频繁的读数据进行训练。我们希望数据呢一直是准备好的，而不要让 GPU 停下来。而数据呢可能在其他机房，我们希望把它搬到本机房内来。第三点呢，就是训练周期内它只会访问特定一批的数据，比如说像 mini batch， 我在第一个 batch 里，它肯定只会访问那些特定的数据。这上面有明显的规律，我们的调度框架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规律，让我们做数据的预热。最后呢，就是性能上 HDD 的长尾表现很差，容易延迟。我们希望数据呢在访问的时候都存在 SSD 上，在它不需要访问的时候，这个数据局冷的时候，它再回到 HDD 里面。这里的一个方案就是核心思想，就是移动数据到计算需要的位置。这整个系统呢会去通过 SSD 建立一个独立的高性能集群，然后在机器学习的调度框架那边会生成数据调度的策略。用户向他们提交了任务，他们会告诉我们用户访问了哪些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对应到你 HDFS 上的哪些目录。而且呢，这上面用户不是说要访问了他马上会访问，因为 GPU 一直在转，他可能等着其他人的任务，他可能告诉你我大概十分钟之后能够准备好，你在这十分钟内做好预热。第三步就是这个预热这个策略的执行，我们的 data management 会去驱动数据移动，而 proxy 呢会去同步这么一个加速策略。然后呢，在任务实际跑起来的时候，如果客户端访问命中了这个加速目录， proxy 就会把它给路由到这么一个加速集群，然后访问到 SSD 上。当然这上面有降级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数据的 GC， 随着用户的任务呢，任务执行完成，数据集可能会被TTL 删掉。如果用户呢将这个数据集整体的删掉，我们也会去监听它，然后去做到一个删除。最后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云上的大数据文件存储的实践。它呢是字节内 HDFS 的一个云上版本，组件上呢同样是用我们提到的各个字源的组件去提供服务的。它呢提供了一个 HDFS on object， on 对象存储的一个访问的形式，也就是底层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对象存储，名字叫 TOS， 它是兼容 S3 接口的。而这个 CloudFS 呢，它主要是提供了对上提供了生态的兼容，它兼容了 HDFS 本身的接口，它兼容了大部分的 POSIX 接口，你可以像使用你可以通过 Fuse 把它挂载在你的本地的文件系统上，像访问本地文件系统一样访问它。然后呢，它跟许多的云产品都有集成，就包括有像是数据湖，像是Flink、Spark 这样的云这样的产品。这里呢，核心它提供了一个对象存储的透明加速能力，也就是前面提到可以将数据缓存在一个 data node 的本地盘。而我们的这些 data node 呢，在整个部署形态上，它是离用户的计算会去更近。在读取的时候，你可以从更近的地方读取数据，而不用跨远端的网络。在写入的时候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斜缓存，将你的数据呢攒成一个整批去刷后面的对象存储。因为大家知道，对象存储如果你总是做小 I/O 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性能的问题。然后呢，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文件系统一致性，可以同步或对象存储上的一些数据的变更。最后呢，它提供了数据管理的一些能力，这些呢都是有场景去支持的，就包括预热，像机器学习会比较需要预热，包括像是 ping 这样的能力，因为冷热不明显，所以你会希望把需要访问的数据 ping 在内存里面，而不要被淘汰掉。OK， 最后我们做了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技术的展望，一方面呢是组件功能侧的，一方面呢是用户体验侧的。组件功能上，我们会希望将元数据这个服务进一步的去轻量化。这个呢，在社区里面很多人都是有在做的，比如说，Kafka 跟 Clubhouse 他们都在去把 Zookeeper 这样的组件给去掉。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会去把选主跟日志同步这些能力，不要去单独做一个组件部署，而是去内嵌到Dance N 的整个进程里面，去进一步降低它部署运维的难度。第二个呢，我们会去把快的信息，也就是数据在哪个位置这个信息，去彻底的做持久化，使得我们的重启呢可以更完全无需等待快上报，做到一个秒级就可以完成重启。第三点呢，是我们前面提到我们的 EC 上呢是可以做很多的格式优化的，上面格式呢主要是可以去契合 Parquet、Arrow 这些数据格式的生态，
特别是呢，比如说我整个爬柜文件里面有缓存的啊，不有索引的那一部分，索引这些索引数据呢是更加应该被缓存起来，还有数据的部分，那些数据的部分呢就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冷存里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用户体验上的，第一个呢是我们 One Namespace 可以去做的更加极致。一方面我们有内部在研发分布式版本的云数据服务，也在部分集群去上线。第二个呢是跨地域的数据集同步，会有相应的一些方案。第二点呢是多接智的能力，我们期望在一套大数据产品生态内去支持进计算的缓存、温存储、冷存储，还包括像是高密盘这样归档的存储类型，在一套数据生态内提供各种访问形式，使得用户的体验会更加的一致。第三点呢就是存算分离的场景会去支持更大规模更强的实时性的这些存算引擎的一些发展。最后呢就是数据管理的智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各种数据腾挪搬迁的能力，现在呢更多的能力是沉淀在我们这边，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把它做成一个服务化的，更加的对给可以提供给业务直接的一些使用上的建议。好的，我的分享主要就到这里，最后是我的一些个人介绍。好，感谢这个熊木老师的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给我们分享了HDFS 在字节的关于 Name Node 啦，还有 Data Node 的一些改造，然后也展示了非常强大的功力。也可以给大家就是有一个问题。哎，你好，就是我刚才看到你的分享中有一个 Client 端有能屏蔽慢节点这么一个功能，是吧？在我们这个使用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一个慢节点的问题，大家可以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用 Impala 去查的时候嘛，它有两个秒做这个 join 操作，所以会先需要去把有这个扫描，先把数据扫描出来，然后做 join， 但是扫描的过程中会碰到这个慢节点，这时候就会拖累整个查询的过程。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客户端是能否做到，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在扫描这块数据的时候碰到一个慢节点，能否自动的切到一个，因为它有三副本嘛，你可以切到其他副本的所在的节点上去查询，来加快它的速度。不知道你这个客户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你们这个屏蔽慢节点是怎么做的？对，这个功能我们客户端上是有的，在社区里面应该也有 switch read 这样的方法吧。它主要简单来说吧，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的客户端呢会去监控你 socket 上面读取数据的一个情况，这个监控呢是从你开始发起这么一个读请求开始的，然后呢它会挂一个回调任务，比如说我们过了10秒钟发现你只读了一兆的数据，或者说更精细一点，就是你过了1秒钟你只读了一兆的数据，然后它低于我们的一个阈值，那我们就判定这么一个读是一个比较慢的读。当然了，这些配置啊是根据业务场景来看的，如果是离线呢它可能不需要这么频繁的去切换副本去读，而如果是前面提到的近线的场景，它对于这个时延更敏感，它就会需要更激进的配置。然后在发现这个慢节点的情况之后啊，它就会去主动做一个切换，比如说我们有三个副本，我优先切换到我本机房有的一个，如果本机房这个也依然不能访问，我再去考虑跨机房的读取。可以做到这个上层的那个计算引擎都是无感知的这种状态。对的，这个直接呢就在我们的客户端的配置里面就有提供了这样的能力。行，这个很好，谢谢。